intro video 就是这个。大家，相信大家应该有见过这个吧？这个就是差不多每一个 gamer 的 YouTube channel 应该有，一定有，叫做什么？叫做 intro。OK， 先我教你们开一个片先，然后去谷歌找懒的这个，我也按这个，然后懒的，看你电脑，你电脑是 Windows 或者是 Mac， 要64bit 32bit， Mac 就是有64bit 的，这电脑是64bit， 你按了，它就这个东西出来了，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。放在我的专开的folder。OK， 我们等一下。OK， 好了。好了，你不用急着去开先。去这边找这个 template render， 点进去，这边有很多种，你喜欢哪一个就哪一个。我已经找到一个，我去这个，我要的是这个沙套，沙套，然后你就去。现在能找三号，然后去这个，它是也是，然后就去，然后啊，看到吗 ？Media Fire， 然后哎 ，Invalid 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找别人了，算我不行，这个这个也是。找一个啦，Lost the fall， 啊，我真的心很痛。好，就第十了，第十。没有的话，你就去 more option 那边去找 render 的 file。OK，
现在你会看到这个东西，然后你就去按 bracket， 按然后按 tab， 你去删掉名字，然后你放你喜欢的名字哦。看你选了什么，然后好了就按回 tab， 然后后面的影子也是要换回。好，就是放一样的，因为它是影子嘛，所以一样的比较好看。然后你可以增加一下。OK， 好了之后呢，这边你可以挑你想要的东西 ，end frame start frame 啊，你的frame rate 多少啊，和释放闪值啊。你们也可以放更多，然后放 output， 看你 output 去哪里。我呢就 output 去我的那个一个专门的包哦。我这边也是有 intro 好的，不过我们就放这边。OK， 好了呢，你就可以按这个 render 啊 ，render animation， 就等哦。因为这边是240 frame 嘛，所以你看到这边等到变240就已经算是好了，我们就耐心等待吧。像我记得上次我弄的话也是用好几个小时，因为 frame 要比较久。OK， 我们十点再回来，拜拜。我们就把 blender 关掉，没关系。的地方 ，OK， 是 editor video， 这个新的 video， 对哦。就完成了，就这样简单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，就 like、share 还有 subscribe。今天我们就到这边，拜拜。